哦，他带着，他家从读书那个从上班，从上班开始哈，从上班开始啊，就是我们所学习的内容然后记住嘛，就说，从上班开始就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读这个《云和音注》。那在那个什么，上一章之前啊，上一章之前就是读这个哦，所以这部经就是你这个上面也要把它弄清楚哦。那我们要学习，然后。就是你说啊，老二就是不经开悟啊，你这样的话，你才会清楚哈、哦。说你反正你都那种前半段都过半段，那种前半段呢，都叫我们要理相啊，就是说因云和住啊，就是住我们住你的真心呐、啊，啊，就说要怎样去住和安住你的真如本心，就说你不要去执着你的心。好、哦，那么从那个上一章开始啊，就说云和音注啊，云和音注啊，就说怎么样才算哦安住你的本心，就是说哦，我们前面就说你要离相，简单讲说，我们前面都讲说你要离相，从现在开始啊，就是你连离相的那个念头都不能有，他们有个清楚了哈，就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所学的里面的内容啊。就是教你说，你连离念、离相的那个念头都不能有，就是无有因住。好、哦，那我们看哈、哦，你看今天这一章啊，佛告须菩提，特别英文的哈，有九位菩萨，佛告须菩提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。当生如是心、哦、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疑，而无有疑众生实灭度者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，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实无有法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好，我们来看那个翻译啊，我们把翻译读完再来读一下啊。善男子、善女人当中发起的追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人，应当产生出这样的心愿：我应当灭除一切众生的烦恼，度脱一切众生，出离苦海。而在灭度了一切众生之后，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众生得到灭度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须菩提，如果菩萨执着于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就不是菩萨。为什么呢？须菩提，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叫做发起追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。这张哈、哦，在讲说，我要发起这个无上正觉的这个心愿，啊，发起这个心愿，啊，这个心愿要怎么样？发起这个无上正觉的心愿呢，就是要灭除哈、哦、一切众生的这个烦恼，度脱一切众生诸离苦海，这个就等于就是说要度脱一切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，好、哦，那针对这个灭度这个重点。哦，针对灭度这个重点啊，哦，我们
看到，就是因为到最后啊，就是你如果执着在我相，执着在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那就不是不在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针对这个，针对这个内部。哦，这个面度啊，记得吗？我们在前半部也有讲到这个面度啊，这个面度的四项。哦，这个面度的偶像是怎样？这个偶像是怎样？就是说，怎么样是面度的偶像？就是说，让你起了那个念头，就是啊，我起了这个那个发起无上正者正觉这个念头。哦，那个念头一起来，那个就是偶像，那个就是面度的偶像。我起了这个状啊，我比如说我现在面度，比如我们现在面度台湾这块的土地上的这些壮阵，哦，起了这个念头，那个就是面度的偶像。哦，好，那人像呢？面度的人像是什么？哦，面度的人像啊，因为你起了这个面部，这个火象起来之后啊，那它那个相对带的是谁？它是相对带的，哦，这个念头一起来，哦，念头一起来，它就接下来是什么？我们说这个业相开始流现了，哈，业相开始流现，那个流现的当下，那个我就出来了，那我就出来了。好，那人相呢？人像呢，就说那个我接下来呢，我一出现你就接下来呢，六识就开始分别啊，六识开始分别，那个六识一分别哈、哦，就是那个他的对象就出来了嘛，好、哦，他的对象，好、哦，比如说我、哦、这个意识哈、哦，为什么会起这个意识哈、哦？好、哦，为什么起这个意识？因为啊，因为你有一个那个念头，我们称它就是一个法尘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这个念头就是一个法尘，这个法尘就是你那个意根，哦，这个法尘就是你意根要怎么样起思量的一个对象，是吧？哈，意识啊，哈、哦，你这个意根所对的那个就是法尘，哦。啊、所以你这个念头一起来啊，你这个我现在念头一起来啊，我现在念头要度这一块的那个众生啊，哦，这个念头一起来，哦，这个念头一起来，它法尘就出现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法尘意识所思的那个对象是法尘啊，啊，这个法尘呢，这个法尘就是这一块的那个众生啊，我要针对人，哦，我要针对人。哦，那个念头啊，我念头，我这个念头都针对人，那个就是人相。我这个念头，假设说啊，我今天看到一大头的那个蚂蚁啊，哦，啊，这蚂蚁好可怜，我现在吐它，对不对？或者我把蚂蚁把它集中起来放生，哦，那个集中起来说，这一撮蚂蚁就是你那个一根所对的那个什么法尘。知道吗？一根所对的法则，哦，好，那一根所对的法则呢？因为这个一根哈、哦，一根的所为什么叫法则？因为啊，那个无形无相嘛，所以你都比较抽象啊。你眼根所看的就是色，哦啊，耳根所听到的就是声音嘛，啊，那个什么，然后舌根呢就味，鼻根就是香啊，哦，身根就是触啊，这些都是可以感，可以。有觉受的东西嘛？一根呢就不是哦，哦一根就是无形无相，所以我们称它是一个法尘嘛。就是说你所思的那个对象，哦那个所思的对象，所以你这个我一出来以后，你所思的对象都出来了，哦干什么？就对象就是蚂蚁啊，哦那个就是人相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面部啊，哦这个面部的人相是什么？哦做众生啊。哪一个中的中的都比如啊，比如说我针对人这个众生，哦，人道的这个众生，哦，这一个人道众生就是那个人相嘛，哦，都是人相，知道吗？
好，这是灭度哦，哦，然后呢，众灭度的众生相是什么？哦，灭度的众生相啊，灭度众生，比如说啊，我现在，针对我们这个人相的话，就是针对这个区吧，台湾这个台湾这一块地那个那这个人道众生，但是我用这样的方式来灭度啊。哦，其他哦，都超出台湾这一块哦，在这个，比如在这个地区吧，在这个地区上，比如有美国、有日本、有韩国这些其他国家的众生，也可以蒙受到我的灭度，那个就是灭度的众生相啊，对不对？你用这样的方法去度他嘛，哦，这个就是那个众生相，好。那受者相呢？哦，这个啊，我要度脱这个人道的众生啊，哦，度脱人道中有什么方式可以度脱他？你们去想，哦，用什么方式来度脱他？因为这一个人道的众生啊，有什么？有贫穷的，哦。有富贵的啊，哦，还有那有各类的众生都有啊，哦，有聪明的啊，有愚笨的啦，啊，哦，这些啊，那你针对，比如说我要针对那个什么，我要针对那个什么贫穷的这些众生，我所要用的那个灭度的方法，哦，因为那个贫穷众生，也许我们需要他需要的是物资，那你就用物资，哦，那比如说比较。有心向佛，有心向佛的，你可能要跟他，跟他讲经说法，哦，啊，比如说他是怎样，他是那个什么天主基督教的呀，哦，那你就是要怎样，要符合他所需，他的需求，哦，符合他的需求，那个就是说你很多那种灭度的那个度脱的那个方法。有很多方法哦，你针对的对象啊，有很多的对象，虽是人类人道众生，可是呢，人道众生有聪明有愚笨的，有贫穷有富贵的啊，哦，你针对不一样，哦，不一样的那个对象，你有不一样的那个方法，这些啊，撞击起来那些方法，你怎么自己达到目的，达到我更多的目的？那些所有的方法，哦，所有的方法归纳起来，那个就是说是这样，我能达到目的。我对贫穷人，我有很多方法，其实他需要物资，需要金钱，需要财务，也需要教育，各种东西啊，总合起来，那个就是灭度的受持相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一章啊，这章讲说啊，你灭度，你如果我要去度脱灭度这个领域的众生，好、哦，灭度这领域的，我只要达到这领域的众生被我度了，好、哦，那个就是达到灭度的那个目的。如果你去执着这四个东西啊，好、哦，执着这四个东西啊，你就怎样，就达不到灭度的那个目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啊，知道吗？就说这个东西啊，哦，你要知道，就说，因为什么说没办法达到那个灭度的目的？因为我现在这样都是这样受者相，这四个东西啊，这四相啊，通通都是怎么样？都是因为虚妄分别的关系，都是因为虚妄分别。哦，所以我们呢、啊，就说云何应住啊？啊、哦，怎么才算？你要灭度啊！你要理想对灭度这个东西，你要不执着这四个相，知道吗？不执着啊？为什么不执着？因为这四个相啊，这四相啊，通通都是因为你虚妄分别嘛。你一旦执着它，你一旦执着，因为是虚妄分别，本来就是妄啊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再执着下去啊，哦，你如果再执着下去啊，你就怎么讲，妄上加妄，更妄了、啊，就永远。
永远呐，永远一直在那边虚妄分别。哦，所以你要第一个你要知道说这四个东西啊，哦，这四项通通都是因为虚妄分别的关系，哦，都是因为虚妄分别，所以你不要去执着，因为那个就是离相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啊，哦，你除了离相以外，你连离相的念头啊，连离相的念头都不能有，那个才是哦，那个才是云和云柱。这知道吗？所以你离相啊，我们说好，你离相这个这种，我们说外面呢是锁啊，哦，我锁啊，哦，它里面是我啊，哦，你这边呢、啊、这边这个我锁哦，我锁就是所有的这个东西，你的六根锁缘的一个的那个对象，这些东西通通都是什么？这四项里面。就我像人这样，动物这样，兽这样，都是这个。那这个东西都是我们众生哈，或者我们众生的虚妄分别的产物嘛。哦，它的原本是什么？它原本就是那个什么清净的。哦，这清净的那个什么，这是如本性啊，这是本性啊。所以你这个我所啊，跟这个我啊，你通通要远离它，你不要去执着它。哦，不要去执着。哦，所以你一旦，比如说我离了这个远离了我跟我所啊，哦，这个远离了，我就不执着它，哦，就是因而住，就是我不要去执着这个，你不要去执着这个，你才会回到你的真如本性。好了，那现在你回到你真如本性啊，你连这个真如本性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有那个念头。哦，所以啊，我才会讲说啊，讲了49年的法，其实没一个法，没说一个法。哦，那个意思就是这样的。哦，你站在那个真如本性这边呢、啊，哦，在讲说，为众生说法，就是这样，这些都是万法。哦，这些万法，你这些万法你了解了，比如你了透了这些。这个思想，你远离了我跟我所啊，远离了之后啊，哦，远离了之后啊，再过来是怎么样？你连这个、啊，连远离的这个念头都不能有啊，那个才是真正的第一干，哦，那才是真的。所以，我们后半部啊，这个地方就是讲说，哦，你昧度了，哦，昧度了，你不是不止要说不要执着的思想，你连那个什么，你连昧度的这个念头都。不可以有，都要把它那个什么，不要让它产生哦。所以你看啊，就是我昧度的一切众生啊，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众生得到昧度，就跟我讲的一样嘛，他说。我说他说了49年的法，哦，其实没有说任何一个法，一样的意思哦，就是讲了49年的法，哦，其实无一法可说，无一法可说，就说这些啊，哦，这些他回到找到你的那个真如本性以外，连那个真如本性都不要有那个念头，哦，都不要有那个念头，那个才是真正的那个什么，真正的那个金刚。